按照蚂蚁提出的择偶条件，红娘首先想到了家住长春市，丧偶独居，无论在外貌上还是在年龄上都和马阿姨比较匹配的赵成金，赵叔叔。哎呀，行，太冷了啊！那不行，不行！赵成金70周岁，丧偶，住房面积90平，退休金4000元。你很熟，这换身衣服呗，领子啊！我给你讲讲，不能穿睡衣呀，叔。咱换衣服，换一下。给你找对象，咱是不是得换一身正常的呀？建国七周年，我70周岁啊。哎呀，叔叔，你是跟咱们那个共和国是同岁的？对呀，天哪，我还挺有同情心。您49年生人？49年生人，我是18的吗？多少？18的。阴历啊？阴历，今不16吗？明天这17，明18。明天是你70周岁生日。对，70周岁生日。按照咱们中国的民间传统啊。老人们一般60、70、80这种满十的生日啊，家里人都要好好的给庆祝一番的。可是对于赵叔今天这个70周岁的生日来说呀，没有了老伴的陪伴，又和平常的日子有什么区别呢？哭啊！哎，别的叔，我呀。饭馆，但是你也透明的，只有花了钱，剩下我多剩东西搁哪？这俩钱都搁花了，我钱我挣的也不多，也不少，也4000多块钱。